让我们欢迎 INTO1 组合，欢迎刘宇、高清晨、林墨、伯远、张家元、尹浩宇、周柯宇以及刘璋，欢迎。他们在腾讯视频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男团成长综艺节目《创造营2021》中啊，组成了男子演唱组合 INTO1， 代表作有 INTO1 以及 Into the Fire。欢迎，非常整齐的黑白配色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主题盛典，来欢迎各位。我们也期待哈，越来越多的青年的优质偶像能够进军大荧幕，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他们崭露头角，有自己的作品。期待未来能看到他们更多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INTO1。然后就是今天来到庐山，对庐山有什么新的印象吗？其实之前一直有听说过庐山是一个特别美丽、特别风景优美的地方。今天第一次来的，我是第一次来，大家是第一次来，都是第一次来。然后觉得是和我印象当中想象的庐山是一样的，就是空气非常好，而且来到这之后整个人变得非常的舒适。我们昨天晚上睡得都特别好，对。然后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庐山是爱情圣地嘛，然后你们就是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是什么？就给你们出个题。大家有最喜欢的爱情？其实我们目前全员都还没有正式的去看《庐山恋》这个电影，没错，因为我们有机会的话，想一起看一下这部经典的。对的，我们回到自己宿舍之后，就是聚在一起准备看一遍《庐山恋》这部电影。